什么？你还不知道 ？USJ 开了一家评价又好吃的中餐厅，套餐最低从8.9起，晚餐时间大排长龙。吃烧烤约不一定要在大排档啊，在咖啡也可以吃到漂亮间，还要排队啊。吃饭时间满座了，玩玩的你喂。这是我们招牌干烧魔鬼鱼。哇，大条又深又，那个厚度，吃到爽啊！吃烧烤一定要进柠檬的吗？一看着嫩嫩滑滑的，再加上灵魂酱汁。哇，鱼肉真的很嫩，好辣够香啊！辣椒蛮辣下，喝杯饮料解辣。啊，喝口柠檬水爽。百香绿茶、柠檬乌龙茶、冰摇青柠。这个是蟹籽魔鬼鱼。啊，口鱼一色色的。这个是酒香醉鸡。啊，来这里可以叫一色色的套餐，最便宜的套餐从8.9起就吃到了。这是葡萄鸭式的烤鱼。哦哟，真高。嗯，味道很够，那个口鱼很滑。啊，套餐呢还包括了饭，还有粒蛋，还有翁菜，营养丰富啊！啊，醉鸡也有一 set 的，它酒香的入味。哦，那个蛋黄，香啊！咸蛋虾骨也是这里招牌之一，最很香咸蛋味，来配饭一流。要菜吃饭还可以点这个干烧细子烧冻、特酱炒喇喇，还有瓦煲翁菜。这是你的单，看那边。